那这些众生越喜欢接近你。当然，你不是不慈悲，就是说我睡着睡得好一点，我再来帮助你。休息才能够精进。那所以你最好把它背下来，背下来。这个是属于唐密的，不是藏密的啊，唱功在用的。因为我到日本去，我又去接受这个唐密的灌顶。他们日本的灌顶跟我们中国比较一样，它是一次完成。一次完成就是说，所有这个上师这一辈子所修的，透过一次的灌顶就全部得到了，这样了。我们汉传佛教也是这样，天台宗啊、朝洞宗啊，一个灌顶是一个仪轨，然后就本子给你的，就完了，回去吧，全部都有了。但是问题是你要开始实修了啊，所以但是每一次，所以这个那个日本上师在念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我怎么那么熟？原来就这个，然后我才知道说。我们禅云老法师也到日本去学完这个唐密，所以每一次仪轨都会念这个。那这样对自己帮助、对众生帮助很大，所以各位你还是要用一点时间。翻过来，那就要开始甘露施食。那甘露施食不分在家出家，所以不分小孩。那每次法会有一个小朋友来最好，因为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勾到太多的小朋友啊，来施食。所以我们每次都会放小朋友的形象，动物的形象。你放牛，牛来；放大象，象来啊！而且缅甸老法师还跟我们说，牛上面给它夹个花，哦，更多的牛喜欢来；大象上面给它贴个圆巾一样，大象一贴金就是像王的意思，它就喜欢来啊！所以各有各的，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一种勾招啊，希望他们都来。那这一句话念一下，平常不用念，来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童男童女及诸人天，意欲受持此方便法者，应须招请进十方界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，当作是念。这里面讲的方便法，修行不离开智慧与方便。你没有这个方便，你就没办法证得空性佛性。那这方便是以无所求的慈悲，所以广修方便法门，但是也不能执着。我这辈子就修40就好了，我其他都不用做，这样讲不好啊。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各种方法都可以，不分在家出家，甚至天人树神愿意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这些大树王愿意学，他早就可以升天了，他还可以继续利益众生，发菩提心啊，然后要。做这个念不是光嘴巴念，而是要是观念。南无佛陀也，诸佛像，南无达摩也，所有的法的加持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观修。南无佛陀也，南无达摩也，南无僧伽耶，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，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。南无一切龙天圣神，愿以威神加爱护住。我今招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，以三宝威神力故，悉至我所。这个破地狱咒是我们汉传佛教最重要的，因为每天敲钟都要念这个咒啊。锵嗡切拉的沙波赫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咒也刻在钟上面。但是各位开始持咒就要三种观修了，第一个这个种子字哈利子，所以至少这个哈利子各位背下来，每天学学学。我以前还不懂，我就很喜欢，人家送我一个，我很喜欢。后来我把它弄成生命电视台的标志，后来我才去研究这个是什么字，哦，原来叫哈利子，它是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阿弥陀佛、金刚藏菩萨很多菩萨的种子字，只是不一样的颜色，红色的代表阿弥陀佛，白色代表观音菩萨。蓝色代表地藏菩萨，然后这个而且字很漂亮，梵字。那他的手印，左手要打金刚拳，来看一下前面，就是拇指按在倒数第四指，那按下来，第二指压在拇指上面，这个叫金刚拳手印。标准在持咒的时候，一只手要保护自己，就放在腰，另外一只手在打手印。如果你碰到这个人身上惹了很多鬼，那你就可以打着金刚碰他一下，身上的鬼就消除掉，然后多练习。
所以你要发愿，万一手指头太短还不太好打嘞，所以一定要多布施啊，多放生啊，就放在保护自己一定要啊。各位，如果你去你那个你知道那个地方老房间闹鬼哦，你就先这样按一下啊，然后呢再进去，然后右手朝下弹指，然后就这样一弹的时候你要观想啊，就哇整个地狱都打开。啊，整个恶鬼城打开，像这个被埋在地下的，有人跟我说那个十字架很厉害的，这个尸体一埋十字架，咔一插，那个他动都动不了。所以我每次看到坟墓，我就给他打开啊，啊，让他超度，不要被埋在下面啊。所以特别在天主教堂，他们都是埋在下面，然后字刻在地板上，然后你这边踩来踩去，我都不敢踩的，啊。所以如果不得不踩要观想脚底下有莲花，愿他触及解脱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多练习，这两天各位忙了、啊、走来走去每个人都在打不一样的，这里面有一群神经有问题的啊，他不了解我们了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观修你手印打得很庄严，那个是累世的印，就像天生人家唱歌怎么唱都像邓丽君，对不对？人家是累世有修啊，那各位要、啊、多观修。好，开始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敲钟，这边没有钟了、啊，敲后面那个锵啊，暂时外面有一个他们上课在敲的那个声音，就有一点像钟的声音，又好听。那我们会敲铃，念七遍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我很仔仔细细的教完一遍，你看没吃晚餐多好，时间多得很。又不会打瞌睡啊！各位要利用时间。破地狱真言：嗡伽那帝耶萨婆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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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伽那帝耶萨婆诃。最好一直练习到，像各位现在地狱没打开，就看到你的手指头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的念头在，这样对吗？啊，你现在的念头还在看字，嗡伽那帝耶萨婆，所以你的念头还没有到地狱。但是你要一直念咒语背下来，手印很串习，然后你就观想，而且观想眼睛一开始你会闭下来，但是你修到一个阶段，眼睛就不用闭下来，因为眼前你就观修到地狱，观修到。啊，佛菩萨在打开地狱，然后你要练习到啊，如果你眼睛闭起来打坐的久了，你就会打昏沉啊，真是半开的而已，半开的，但是这个镜就在你眼前，就在你眼前，然后但是你要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再来自具如来心破地狱咒，这个咒很重要，这个咒贴在你的手机上，贴在音响上面，只要一有声音就可以把三恶道都超度了，所以用声音度众生，自具如来。如果你还不会背咒之前，至少自具如来，自具如来。听到声音，听到别人讲话大声，你就要念自具如来，转转他的声音。今天你在睡觉，隔壁在吵架，哇，太好了，他们在超度啊！啊，你念自具如来默念咒，他们的声音可以利益众生。所以跟我念一次，那么阿舍，扎斯蒂那，三藐三菩陀，居之难。嗡，智那拉，瓦婆西，滴滴滴滴轰，然后一样两个金刚拳手印，啊，因为你要下地狱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最后一只相勾，第二只相对，念到滴滴滴滴轰就要打开，然后要默念嗡啊轰，啊，所有从地狱恶鬼道了，他们脱离地狱以后，嗡啊轰。身体变成很庄严，这个红色代表大悲心哈利子，所以你在念的时候是三道红色的哈利子，心间一道，嘴巴一道，因为你在念，然后呢，手里面有个哈利子一打开，所有地狱就被这些诸佛菩萨加持，所以他们就马上脱离地狱苦，所以要念三遍来。南无阿舍迦斯帝喃，三藐三菩陀，俱胝喃，唵胝喃喃，瓦婆西，帝利帝利吽。南
南无阿舍迦世帝娘，三藐三菩提，俱胝喃，唵胝喃喃，瓦婆悉，帝利帝利吽。南无阿舍迦世帝娘，三藐三菩提，俱胝喃，唵胝喃喃，瓦婆悉，帝利帝利吽。下回希望各位都买一套灵杵啊，你受了菩萨戒，发了菩提心，就可以用灵杵啊。那这个灵杵也代表方便与智慧，真实在利益众生啊。那像我这个灵杵是700年的啊，他们说这是我过去使用的，所以我摸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啊。你不要把我偷走了，我讲出来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大宝法王送给我的那一只啊，那个杵啊，又镀金的，好像纯金的，结果就被摸走了，啊，伤心很久，啊，所以讲出来就麻烦了，这不讲没事，所以，但是这个是在利益众生的，啊，保持在方便与智慧，保持在悲智双运去利益众生，再来普招请。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这个就像莲花生大师，他永远都不离开，他手上永远都拿着在利益众生啊。所以有各种的这个，各位将来去研究普招请呢，就是各位图上面有了啊，就是这些观音慈悲印，然后呢金刚拳左手按着腰，然后就一转的时候，哈利子白色的光，就是说就是融入到地狱恶鬼城他方国家世界，那些集中营死亡的犹太人，这些战争死亡的德国人，乃至这附近的孤魂，一全部就拉过来啊。然后来不了就没办法，来得了至少解脱啊，升天。那各位要这样观修。所以为什么说你今天要修菩萨道，是一个广大心国际观的，他不是一个小家碧玉的人啊。这一点各位真的要突破自己，真的你要关心整个世界法界，所以慈悲心有多大，力量就到哪里啊！现在你在念的时候，想到墨西哥，想到叙利亚，那是海上坟墓，想到伊拉克，想到缅甸，想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心里想到呢，观修它就来了。这些你想到猪，想到猫，想到狗啊，那它就有机会得到超度。所以你是那么波波弟弟切利多的，但他也对啊，你的心，你的手印声音啊，然后就去请他们来。所以那一天我听战日讲，我才知道左手真的是佛法，如果你用右手，那是在卖冰淇淋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对对对，要用左手啊。然后当然这灵上面有很多咒语，很多加持，所以我们很多上师，我们彼此见面就是送这个灵杵而已，因为这是他一辈子的法器啊。所以然后你生生世世都希望一直在这样修下去啊。好，所以大家现在慈悲观修，如果你现在不念没关系，一开始要学观想，你不用你先观想，然后慢慢把咒语背下来，然后呢最后才学手印，不然的话你一开始就忙着在这个，那是普招请还好，他这个不会太困难。然后要观修，现在你不用念，如果你还不会背，然后呢，但是你要想，你想到牛，想到马，想到死亡的、自杀的，你想到他就能够进来。好，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坦萨耶多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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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赞叹耶多耶。再来解冤结，任何两边吵架，国与国之间，所以各位你看到报纸两方又在吵架，恐怖主义，那你要多念解冤结。今天这个恐怖分子会跑到哪个国家去，都有术士的因缘的
这个宿世因缘是他来报仇了，他找了